日前，电视剧《谁是真英雄》首播会在北京举行，导演连玉明、主演小沈阳等到场。谈到公众最关心的上春晚话题时，小沈阳说：“听师傅赵本山的，目前还没有消息。”二人转到小品，再从小品到影视剧，脱下了苏格兰裙子的小沈阳，如今离小品的舞台是越来越远了，甚至举手投足间也不再是让人感觉那么喜感。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师傅赵本山给他规划的新路子，但是对于他越来越正的表现，赵本山倒是很满意。前期呢，说戏的话不太满意，然后这部戏呢是看出我自己演的是个人。尽管越来越多的戏找到了小沈阳，但是喜剧也离他越来越远了。在小顾看来，师傅赵本山今年掌勺春晚，但是应该不会再把这个弟子重新拉回到喜剧的跑道上了。一点消息没有，啊，到现在都没听到。因为我每年我也不问这事，因为有的话是一个通讯。又不选娱乐，小沈阳再也不穿裙子了。